打音速小子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可以换颜色，闪光型的。音速小子能干嘛？转圈圈，哎、欸，可以、欸。不要揍我！又是一招自杀技吗？好多自杀技啊、喔！这种冲锋人物，一不小心就直接掉下去了。那个 Wii U 的那个健身老师，啊，我可以在空中无限冲断吗？这就是音速小子的优势吗？一直变成球，然后那边转一转一转一这样子。整场就看一颗球，转来转去。憋死！音速小子的配音其实蛮成熟的。没有，没有。啊！又自杀了！哦呦，用错招式了。我怎么都干不到人啊！又是最后一名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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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为什么会发光球啊？这动作好诡异哦！他可以在肚子集中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好，输了。他是那个健身软体的 NPC， 预设人物。哇，音速小子最后一名，惨。玩春人好了，对，他真的是健身老师，他是那个软体里面的角色。哎，这干嘛？我是来打架的，我不是来这边种树的，好吗？这在干嘛？这个种树出来能干嘛？我可以浇水，然后买种子。耶、yeah, ！我从我家出来了。这是在干嘛？树可以帮我挡吗之类的？靠！不要揍我！被坏力欧咬，坏力欧怎么可以骑摩托车啊？这太帅了吧！趁机中树！
摩托车好鸡歪哟！我一直被虐。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中柱出来能干嘛。他那个气球是以前 FC 一个打气球游戏，很有趣，可以两个人一起玩，非常怀念。我要做一个怀念的最后一名。Time up。最后一名吗？真的最后一名。你们知道大乱斗的玩法跟格斗天王是不一样的。我比较习惯格斗天王跟快打旋风那种游戏。大乱斗是比较偏向，我也不太会讲，反正就是我对这个不在行。我要玩快打旋风那种类型的，会比现在好一点。比奇公主，换衣服。啊，对哈，我小游戏小好像下载好了吗？等一下还要玩一张零的话，哇！突然玩好久，大乱斗一玩就停不下来了，时间过好快，每次我玩大乱斗都觉得时间过好快，打个一场就10分15分过去了。我可以把奇诺比欧抓出来，这是干嘛、啊？叫他嘴炮攻击吗？奇诺比欧上啊！从北区的啊，这把奇诺比欧抓出来这边干嘛？叫他挡子弹。他好像是什么反击器类似的吗？奇诺比欧是反击器，真的真的，只要有人打他，对不对？他就会嘴炮攻击。比奇屁股撞。波多波多波。哦，沙小，沙小自己飞下去，阿卡瓦挂了啊。我在空中也可以拿出来，这是我的玩偶之类的。公主的仆人就是这样利用，究极反击技。可以拔菜头哎、欸，拔菜头是另外一款马里奥游戏，那个很久了，很有趣，算是外传一样的东西。完蛋，超过100%，我要挂了，再被打掉可能就要飞了。来打我啊！最后一名吗？每次都最后一名。耶、yeah, ，我第二名呢、欸。喂，吃公主大揪大烤，吃公主大屁股。公主屁股其实蛮有趣的，蛮好用的。而且奇诺比欧是那种左右都可以反击的技巧。你不管从哪里打他，奇诺比欧一定会嘴炮攻击。玩吃豆人，不是
是干嘛？我要如何吃豆啊？被我晒到第二，对啊，我第二名都晒到了。吃到喽！谁在后面就丢药丸啊？死马里奥！来卡住了一下，这连线问题。马了，一直被马里奥揍啊！他拿我的苹果，对手太强了啦！这不是新手场啊！他们都知道在角落等我，然后一拳用重攻击把我轰出去，我只能在那边跳来跳去，跟笨蛋一样。吃豆人不能轻言放弃，他炸弹刚好丢到我屁股下面，对不对啊？靠！吃豆子好像可以集中力量，越吃越多。狂吃，他的喷水技能挺强的啊！对哦，我忘记放了，不会放。靠，吃豆人最后一名，小库巴。欸，我可以换他，我可以换库巴全部的孩子。欸，欸，好有趣哦。温蒂，库巴女儿。每个都会流星拳。这个又点的好恶心。这代没有道具，有道具，但是我选的是那个乱揍的模式，硬派模式还是什么？我都不懂。钻不到人啊 ！What the fuck！ 啊哦！140次吧，我再被打下，我要飞了。
金蝉脱壳，完蛋完蛋，没有武装了，机器就是我的本体。后面那个混蛋的机器了啊！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啊，吉满也不要射我！我跳不起来，他就在那边一直射，然后我就跳不起来，一直被他射。然后每一个都玩看看，耶！运气好是第二名，有趣有趣。库巴哪有老婆啊？库巴哪有老婆啊？他直接儿女就出来了，没有看过老婆。有可能。对，我小游戏下好，我知道，这个游戏一玩就停不下来了。洛克蛋，洛克森龙拳，还可以丢锯子啊！树叶盾呢？树叶人的招式啊！哈，狗狗有没有一冠啊？对啊，还有零哦，小游戏玩一下小游戏，然后还有零，天哪，放不下手了，不行了，哇！我一直被狠揍啊！不要！不要来找我啦！你干嘛啦？想要落在我头上哦？哈哈！哇，这招好帅！这个好像是树叶人的招式。跳色，What the fuck？我的洛克蛋好短啊！我站在台上都不到两秒就被人家打飞了，
我这次好像死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哦，我都没有按防御，对哦。第三名，这个游戏是哪一个游戏啊 ？Fox， 不懂。啦啦啦啦，随便乱选一只，帅气林克。应该说，所有日常都有可能有合作的放进来啊，只要是日常啊。这什么？丢麻辣。他的招式跟小林克其实差不多，但是比较帅气，是成人版的。马里奥派对我没有买，卡比我刚玩过了，被狠揍。林克丢麻辣。那个黑色那一只是超旧的掌上型游戏的角色啦，好有趣啊！揍不到人。What the fuck！ 我刚刚在那个边际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拉到啊？靠，这龙一冲来冲去，好恐怖哦！你该挂啦！有大绝啊！啊，输了啊！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又要最后一名了。有没有比较我比较会用的角色？拜托不要让我输这么惨掉了。没抢到最后一名。我是被虐的那一只。不会防的人一定会变目标。好，那我一直防，从头防到尾，防看看了。这只好像是卡比的敌人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可以吃东西的。啊，我可以一直吃了他，不让他出来哦。这样子，好肥的企鹅哦。
小啊！半坏人半好人的企鹅国王马里奥滚远一点啊！倒在地下的画面感觉好有趣，靠腰啊！好险，我会三段跳，有趣。马里奥只能跳两次的样子。我这次好像一直没有掉下去，好棒哦！好，还是第三名嘛？搞屁啊！永远换不了游戏了。